然后我本身是这样，然后我本科是这样，然后我本身是这样，门口不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看课第七页。那佛教思想史主要从佛陀啊，那么当时的那个环境啊，就是他的背景环境，那么当时都是些什么思想？然后开始讲到佛陀，好，那现在啊，这个第二节就是在讲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大干这个传记，就是释迦牟尼佛大概是怎么样成佛，那么成佛之后做了些什么，然后涅槃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大概这样。好，那这个叫做世尊列传。佛教是世尊所创立的，那这个世尊指的都是释迦牟尼佛。世尊在人间自觉觉他的行迹，就是他的整个过程历程。那佛，我们说佛是觉者，觉悟真理的人。那么觉悟的真理啊，就是所谓的缘起、事地、中道、无我。那么他不但自觉，他重点是觉他，先觉就后觉。那么严厉的啊，告诉这个其他的人，让他们也都能觉悟。那这整个过程，那么所以他在讲这个都是行逼。这个行基本上是行为，那这个整个历程深入人心，传说于深浅，深浅就是这个僧团里面就是他在他的弟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以及民间就是内部就是僧团内部以及外面就是民间包括在家弟子以及其他的人有这个流传故事的流传。有关世尊的事迹主要的出于律部，大概记载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行为，基本上主要是我们之所以会知道，那么就主要是律的记载。好，那我们来看，为了说明僧伽的成立，叙述世尊的出家修行说法，到成佛的第六年，为迦毗罗卫国省亲教化释迦族为止。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律里面的记载，主要的记载就是释迦佛那么从出家修行有些从释迦佛的出生开始说，有些从他刀立天，从东幻天那么这个降生开始说那有些说到第六年有些说到他度两个商人，有些说他说到他度舍利弗目犍连，有些说到他这个度释迦族第六年，第四年是度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各个历记载都不一样，那后来就越来越多，然后再加上流出来的本生坛，那本生坛就讲释迦佛的过去生，那这里面主要是释迦佛的这一生，本生坛里面有很多过去生的事情，所以家家种种集起来，就后来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释迦牟尼佛传，那有各种传说，非常多的传说。那我们来看，他说后来加上诞生因缘，或更早些集成佛传，就
够把它把这些 各式各样的那收集成所谓佛的传记，佛陀的传记。这一部分摩诃僧起师名为大师。那摩诃僧起是大众部，他把佛传的名字叫做大士，萨婆多部叫做大庄严。那这个迦摄维部就是顶光部，顶光部名为佛往因缘，就佛过去的因缘。檀福德部这个是法藏部，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弥沙赛部名为毗尼赞根本，最早只有最初的说法，后来就是立传立里面记载两个比较详细的部分，主要就是从佛出家到度释迦族为止，那中间就没有，还有最后佛要入涅槃啊。我要入涅槃的时候又有记载，这个记载有点详细啊，在《游行经》里面就记载，那么历典里面也有，经典也有啊，像《大波涅槃经》。好，那么最初也属于律部啊，那像有部毗那也杂事所说的，大毗婆沙的也说啊，那么佛涅槃的事情啊，就像这个持力者说，持力就是受持律典的人，他要把它背起来。那又真佛即为游行经，游行经讲的很详细，就是这样来的。那南传名叫做大波涅槃经，那这个跟我们大乘经典大波涅槃经不一样。那么边路唐阿含这两部分集合起来，如佛陀行藏、佛本行经，为现存佛传的全部。但回国审经经之后，到游行以前啊，回国审经是成道第六年，那到游行是他八十岁了，八十岁之前这个三个月，他在闭舍里啊，那宣布要入涅槃，然后开始到居士那入涅槃啊，那这中间就是说有三十几年啊，因为前面有六年。我成道入涅槃总共有45年，45年去掉6年，然后最后不到半年，然后这样加起来就是中间还有大概就是45年，大概有大概不到10年啊，就是八九年的时间啊，八九年。就记载的大概就这样啊，就六年再加上后面啊，差不多7年了啊，然后45年啊，所以30多年啊都没有完整的记载，有一段一段片段。好，所以他说我们知道的释迦牟尼佛到底是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啊，那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他是这样啊，佛传里面。他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他基本上是来自于这四个啊，来自于这三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佛传，佛陀的传记的啊，第一个是出律部，不要记载在律里面，律典里面。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所有的律部的记载有点不太一样。那律部里面是出家修行说法，主要出家，从他出家修行，那当然后来就是从八相成道，从兜率天降生开始啊，就有很多啊出家修行，然后成道说法。成道出家修行啊，成佛，然后这个说法，然后到第六年回乡省亲说法啊，然后到第六年回乡省亲，大概就这样，第六年，那么有时候第七年啊，然后大概第六年，第六年是回乡省亲，
大概记载到这里啊，比较详细。就金化王生病，金化王生病，他回去看他啊，然后没多久金化王往生，他为他举行葬礼，跟他抬棺啊，然后大概，然后这个之后没有多久啊，那么也是在这一年啊，金化王往生没有多久，或是隔年啊，那么这个释迦族啊，很多人来出家。大概说到这里，那么这个是律部里面的，然后这个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么后来就加上，那么大乘因缘，因为这个是出家嘛，然后修行，然后再加上大乘因缘留下，第二个再加上大乘因缘佛出生的，因为他这个是从出家开始说嘛，加上佛大乘的因缘。这是第二个，然后后来啊，那么就被人从诞生到出家修行成佛说法啊，到这里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之后晚年啊，就是大概我七十几岁之后了啊，那么做最后游行，晚年做最后游行。他有一个次序，就是说。他记载的比较详细，其他都是散散的记载在各个经啊律里面啊，所以他不晓得，我们不晓得到底是哪一年做了什么，哪一年做了什么，不太清楚啊。那大概这个是佛传最主要的，这个是佛传里面主要的内容。那这些佛传主要是在这里。后来啊，就有很多的佛传。那这里导师记载的主要有几个，那我们说这个主要的就是大众部，大众部叫做摩诃僧祇律，你们对照经典看就知道，大众部的佛传，它的名字不太一样，大众部的佛传叫做大士。那么这个萨婆多部就是有部，说一切有部。有部就是萨婆多部嘛，我们大家对这个叫大庄严。那么引光部就是加摄一部。引光部。叫做佛王因缘，老师都是用他的这个因力，萨婆多加设为啊，佛王因缘。那法藏部，法藏部就是谭无德啊，我们书里面的谭无德，法藏部，这个我们都比较。这个律，这个有借经过来啊，这个也有，这个是升起律啊，等一下我们学一下。这个法藏部是佛本行，释迦牟尼佛本行，其实就是佛本行。那叫释迦牟尼佛本行啊。那五分律是化地部，它这里叫做弥沙塞部，五分律叫做毗尼赞根本。这个是不同，它都叫做佛传，但是它的取名不太一样。这我们所知道大概这五种。那如果是从汉译的佛传来讲，那就这个是最原始的律典里面的，律典里面的所谓的佛传，出律部，律部里面的所谓佛传。那后来啊，我们说大概我们的佛传大概都是。最原始的资料来自于这里，最原始的资料，然后后来开始加了很多啊，那汉译的佛传啊，我们写一下汉译的翻译过来的佛传，那么就不一定是律了，这是出于在经典，汉译的佛传啊，那这一段写不过，要
写十几个人，等一下再写好。写到这边，那我们先了解这个。那这里基本上，那就是说，如果一般开始这里是我们说最后游行，基本上是从居士那游行到居士那这个，然后到入涅槃，就游行居士那到入涅槃为主。这个是原来佛传。好，从居士那到入涅槃。写在这里好了，写过来就可以了。好，那这大家知道，我们把它插起来。好，那如果是汉译的佛传，这个也是汉译的律典哦。那我们说佛传最主要的基本上就是从诞生原来是从出家到度化释迦牟尼第六年，后来加上诞生因缘，然后晚年的最后游行到入涅槃大概就这三部分。好，那汉译的佛传我们先来讲，这第一个修行本起经。这个是有两卷，那太子瑞印本，太子瑞这个是从佛，这个是写到这个度化二古客为主，就两个三人佛成佛之后两个三人，只写到这里而已修行本起经，度化。二三人，二五个。那么第二个，太子瑞印本起经，它依然是两卷。那么这个是还有这个译出菩萨本起经，这两个都是化地部，他是写到度化三家僧，就是他记载的不太一样了。那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一些佛传集合起来，编成一个释迦牟尼佛传，那看你要取哪一些了，因为有些记载的不太一样，包括结集啊，结集经典，大家知道结集经典到底是过程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其实。各个经历记载也不太一样，那看你要译哪一个版本或是综合的版本这个是第三个，还有一个同本音译的译出菩萨本起经。译出菩萨本起经。只有一卷，那也是写度到三家僧一样，它都是化地部的，这两本都是化地部，这两本都是化地部，化地部就是五分律，我们这里写一下，这个它的是五分律，我们说的五分律叫做弥沙赛律。这个是四分律，然后顶光部它没有广律，它有借经而已，它没有广律，但是它有借经过来。然后有部是根有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石寿命，也是有部的，然后他有婚，有部里面还有婚，但是石寿命也是有部，石寿命，然后根本寿命有部力，这个西藏，西藏是以根有力，那鸠摩罗什来的时候是石寿命，好，这个大众部是摩诃僧祇力。我们的主要五部律，我们的主要五部广律就是一二三四这五部啊，然后这个没有广律，再加上一部没有广律，只有戒经。那再加上，如果那西藏的其实根有力跟这根有力差不多，好像只多一条，戒律戒是一样，差不多一样。那南传的是同源部，这个是北传，南传的是同源部。啊，南传的是红蝶部，红蝶部，红蝶部的律。红蝶部、化地部、法藏部，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部派，包括引光部，都是说一切有部底下分别说部底下的部派，它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化地部的律，那再我们来看，啊，中本起经，这个也有魔传啊，中本起经，中本起经大概有两卷，另外啊，这个过去现在因果经，这个是写到，这个是写到度。啊，释迦种，写到杜释迦种也是第六流啊，就是